阿雪快看，芙蓉哥，我还是觉得不妥。都这时候了，我在前面开路，你站住，干什么呢？在到处找我们，在哪儿？那边。
急，把你也一道捉。起来，狐狸，你别插手此事。舅舅。难怪两个乳臭未干的半妖也敢来寡人的。误会，两个孩子年少无知，多有冒犯，魁王大度，请让本座代为赔罪。你要怎么赔罪？这颗定神珠封存了我陈妖之后裔。你还真舍得！你们两个还不快道歉！晚辈无知，多有得罪，还请魁王恕罪。狐狸，寡人多谢魁王大度。舅舅，回去再说。这毒实在了得，在下只能……可有何建议？凭你的法力，应该还能支撑他数月。那哥哥什么时候能醒来？此毒不解，恐怕醒不过来，在下先告辞了。先生辛苦了。
我把你的原神取出来了，先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擅闯魁王府。傅龙玉可以铸蛇化龙，想来也能铸我们化作全妖，所以胡闹。孩儿们知错了。我的法力还能为阿琴支撑半年，你尽快出发，去巫山的黄仙村找莫老，他可以救哥哥。若他不能，其他恐怕更不能。此行期间为保阿琴稳固，需在沿途庙宇神安寻得安灵舍利来加持元神。这安灵舍利为何物？此物为人类上古传下的舍利子，较为稀有。我知人类的一些富庶显贵人家和年代久远的庙宇，据我所知，去黄仙村的必经之路上有慈宁庵、净影寺，应可以寻得，到时可借来施锁灵咒一用。不然阿琴的元神，我准备一件信物，到时他看了自会帮忙。我也一起去。嗯，也好，你们半人半影。舅舅放心，